大家好，我是阿豪。这个小家伙呢，是我们从外面带来的流浪狗。然后呢，他来到我们这儿之后，感觉自己一个人比较害怕，不敢与其他的小伙伴一起玩儿。总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然后有时候喂它饭的时候也不愿意出来。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进行打毒跟它喂一喂。可能是说它接触了一个新的环境。可能之前他自己总是流浪惯了，现在忙于这样的，有些不适应。我们现在呢，是给它单独喂一下饭，因为有的狗和狗的这个性格不同，有的本身就天生外向，有的就很内向，也有的护食，所以说我们先了解清楚它的一个脾气性格。现在这个小家伙也迎来了这个在我们基地作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说给它起名字的环节。我们这两天也想了，我们带来的小动物呢，也要给它起个名字，让它们有个独一无二的名字。我们就叫它糖豆吧，好不好？你叫糖豆好不好？糖豆，糖豆，挺好听的名字。也是希望呢，这个小家伙以后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就像糖豆一样开开心心的，然后每天的甜甜的。糖豆，过来，真棒，真棒，你以后就叫糖豆了啊。可能对自己的名字现在还有点陌生，来，糖豆。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是真。